第二十八题，下列有关活性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活性越大的物质越容易进行还原反应，活性越大越容易把别人的氧抢过来，所以它是越容易发生氧化反应，所以 A 的叙述呢是错的。那么 B. 铁的活性比镁小，这句话是对的，所以铁比镁更容易燃烧，错，因为它活性比较小，比较不会跟氧作用，所以它应该比较不会燃烧，所以的 B 选项是错的。猪。因为钠镁对氧的活性很大，这句话是对的，所以必须存放在油中，避免其与氧气接触，这是错的。我们说要放在所谓的油、矿物油或石油里面。那么钠钾是所谓的碱金属，碱金属会跟水作用，所以不能放在水中存放，所以猪的是错的。所以只有 C 是对的，金箔的活性小是对的，所以呢，因为活性小不易跟氧作用，所以可以长期保存，不易变质，所以这个叙述是对的。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有关活性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金箔的活性很小，故能够长期保存而不易变质。